们都在深深的肚子里面，深深的肚子里面绕圈圈，感觉永远到不了终点。兄弟你别惊，我在你的身边。很久了呢，从电视笑话冠军到现在，其实很久了耶，对不对？四五年了，对不对？并不是现在，就是并不是说，从电视笑话冠军一结束之后，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号角响起一组成了之后，就很顺利了，对吗？嗯，我们算很顺利的啦，真的吗？其实应该是说默默无名的顺利啊。因为真的啦，什么叫默默无名？你讲哪一国？你讲国语好不好？我就是讲国语，没有，因为其实就是说，时尚玩家，因为最近就是受到大家的喜爱，肯定这样。那其实，在更之前，我们就进圈子的第一个节目是综艺大集合，然后大家来说笑，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一些表演的空间，只是说可能熟悉度没那么高，现在越来越好。对不对？只是那过程当中，我刚刚所谓的默默无名，就是说可能大家还没有去那么的特别注意到你们。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陆陆续在表演这样。对，没有说哇好惨哦，惨了，我们这一整个月没表演空间。完全不会啦，是没有。真的受到大家瞩目，是我刚开始长骨刺以后，新闻开始报道的时候，这个以前的缺骨刺。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食神归位，这个的话严格讲还不算你们自己个人的作品，对不对？集合了这个时尚玩家的主持人，然后我光拿到这个单曲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说，如果大家还没买的话，八豆要来便宜哈，一旦可以买，真的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怀疑这个？如果因为一般现在连超商也都可以卖专辑，有没有？对，会不会店员放错了？微波炉，哎，微波啊！其实他们设计的那个原意就是说，你听完我们的歌以后，对，就会像吃了一个便当这样，元气满满，元气真的，真的是这样，就听得很开心呐、啊。它是你的精神粮食，希望是这样。好酷的对象，像恋爱怎么一样？样子怎么看都娘，样子长得好漂亮。样子我的。关于 PK 这件事情，能够把Tomorrow 给 PK 掉这件事情，来发表一下得奖感言。哇，这个其实我们很努力哦，很努力，就像老鼠会这样在拉票，真的。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总经理，我们公司啊，我们公司，他早上哦晨间会议，他就跟各部门说，你们大家都要去下载浩翔的专辑，要投票，而且他还会抽。就是抽一两个，然后打电话，他的来电打铃，只要不是我们的，就叫他就完蛋了，就叫他去漫游了。